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，这位是就是镭射指甲油涂的，因为回老家了嘛，就说，你带甲油胶套工具也不方便，然后就安排了我的指甲油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就是一个镭射看到吧，一个粉质底的镭射，然后这五颜六色闪，在阳光下，在灯光下都超美的，然后另外一个颜色也是。很闪，就是这个银的闪，然后里面带一些黄的这个白的亮片，就觉得超好看的。尤其是这个，指甲油是这两瓶是人鱼之类的，感觉这个包装就还挺好看的，而且超级好涂。就是我之前，这个牌子我等会儿打上就人鱼之类嘛。就我之前也好像也没有用过特别好的指甲油了，用的都是名创优品啊什么的，就不太好涂，就是。反正就很容易涂好了，最后就皱皱巴巴的那种。就我这个人本来就手残，大家也知道。我觉得甲油胶感觉比指甲油还好涂一点，但这个真的还挺好涂的，是我涂过最好涂的指甲油了。就我一个没有任何技术的人，我就能涂得很平整，然后很闪，很好看，我就还挺感动的。就觉得这个确实，但好像几十块钱吧，就比名创优品还是贵，但我觉得贵的还是值得的，就是真的超级的好看，是。吧，就是超级好看，但这个涂起来还是有刺鼻的味道的，就毕竟是指甲油嘛，甲油胶就没有，但指甲油就有，反正好看是挺好看的。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指甲油，OK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韩熙根的这个眼影盘，我给大家还是照顾惯例试个色，然后再化几个妆这种，就是现在已经凌晨。一点了，能听到我爸我妈就是双响的打呼声，大家就别介意，反正是这样的，就我爸我妈是打呼，那我从小都听习惯了，就小时候怕鬼，听到他们隔壁房间有打呼声，我就还挺安心的。我是这种人，为什么熬夜熬到现在，是因为斗地主斗到现在，哎，我感觉我这个假期发现了我在游戏上就是不得了的天赋，真的。我之前好像没怎么打过斗地主，就我看我同学打，不太看得懂那种，不太会打，然后这回就开始就。不知道，反正那天就我表弟吧，反正就说拿一副扑克牌，说我们就不知道，反正就怎么打起来了。然后结果一打发现我不会，就我开打之前我还，因为我觉得我看过嘛，就虽然看不太懂，那我还觉得我应该会。结果一打就大家发现我都不会，反正大家都在教我，就还挺好的。就我爸，尤其是我爸，每次打完一局牌，他还给我总结一下哪张牌打得好，哪张牌打得不好。反正我现在突飞猛进这个速度，然后就我就觉得，反正。我就觉得我还是挺有天赋的，然后现在搞得我动不动就想打斗地主，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本来去玩桌游的，玩那个大侦探嘛，就我在那儿也斗地主，他们就说我斗地主有点上头，然后说我没有技术，凭什么上头？但是我觉得就是，反正就是我至少就是在进步嘛，对吧？就还挺有意思啊。对，然后今天还去那个大侦探的那个馆儿，就推理馆，就是明星大侦探嘛，就是和那种差不多的那个电视节目，反正差不多每个人有剧本，然后剧本里面有一个凶手，反正就是就是凶手。我觉得我也很有天赋，就我之前拿到2次凶手本，然后我自己剧本都没看完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凶手。然后我就全程啊，那么努力的在找出凶手，没有一个人怀疑我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凶手，我就赢了。我觉得我很有天赋，可能就是与生俱来的游戏天赋吧。然后就搞得我到现在凌晨1点钟，我白天就天天出去玩嘛，就没空拍视频，就说晚上拍一个吧，就临睡前拍一下，我这是今天的主角了，他是主角。那我过年时候吃胖了，哎呀不重要，还是试一下。就韩真这眼盘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还挺好。就配色上，怎么说，它有很我喜欢的1、2、3、4个比较亮一点的珠光，然后过渡色啊、哑光色啊，就也不少。然后深的打底，就是加深眼尾的就也不少，就还挺适合我用的嘛。就是我一般就是打底一个浅色，然后深色一在眼尾一个亮片点中间，你看都有，就很适合我。但是它就是没有卧蚕色，就这一点不太适合，别的还都挺适合我。那给大家刷个色，这个就是它的，就是白色嘛。这个粉质，哎，白色还好，晕开就还好，还是挺好晕开的，OK 的。然后这就是这个稍微比较帅的一点点，一个算是大，就比较大地色，但是有点发灰发紫，看得出来吧？就这么一个算是大地色，它有一点点结块，但是也挺好晕开的。但确实哑光有一点点结块，就还可以吧。但是显色还是挺显色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地色。然后这个。哇，你看这个闪片，很是优秀。这个，但是他们家眼影好像真的有点结块，有点结块。但是晕开还是好晕的，但是真的有点结块。但是也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的，就是，但这个晕染度，它这个延展性倒是也挺好的。反正就是这个颜色还挺好看，就是一个比较浅一点发橘，就珠光很亮，一个橘一点的，大带感大地感觉的这种闪的这种，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，发金发橘的一个浅大地色，还是挺好看的。
是发橘啊，发金大金大绿色。然后这一排，这也是一个过渡啊，这种大地啊，晕染色，有一点发橙的这么一个发橙的一个大地色，很浅。然后再就是我超级喜欢的这个亮片色，就我现在眼睛上中间的这个点的亮片，它这个亮片真的是很，我们没有见过别的硬盘有，就很好看。它，看大家看到吧，这么一个颜色，我眼睛上也是，就是一个发浅紫，带浅紫闪的这么一个底色是大地有点发红的这种底色，然后里面带这种浅紫色的闪，就很好看。我没有在别的地儿看过这个闪，就你看，就超好看的，就这个颜色。然后再就是，看，再就是这个。一个橘色，大橘子，就橘色，然后带金闪，大橘子色。这个闪还是挺闪啊、哦，挺好看。这个闪也是真的很闪。然后再就是这个色儿，一个粉底金闪。说实话，做粉底金闪的还是挺多的，经常在硬盘里看到。但这个它的红比我之前别的见到的粉红加金闪这个粉就是。更艳一点，更粉一点，看出来了，更显色。我别的还没见过这么显色的粉加粉底金闪这种，它就是最艳的了。也和别的不太一样吧。这是一个浅紫的一个对紫灰色、晕染色、大地色都可以。然后再就是这个大地色、大地珠光色，延展性、晕染度都还挺好看的，就反正金属色嘛。金属色。然后就最后三个深的紫。一个珠光酒红色，好看的珠光酒红色，这个大地色稍微有点结块，就是一个金属大地色，深一点的，但是金属比较低，不是特别深，还好。文英姐还在线上打扑克牌，英姐你还说我上头，英姐你比我上头好不好？我没熟悉规则，啊，你熟悉规则，她在玩新的一个打牌的规则，叫几黑五，我也不会，太复杂，怎么有那么多打扑克牌的方法？就是一个哑光的深的一个酒红色，哑光，OK，我就试完了。就是这张地盘还是挺好看的，12颜色都很实用，感觉，说实话都用得上，是吧？闪就是还是有挺闪，但是是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看看我化的妆吧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妆，看一下吧。OK，我坐近一点，往前出一出。OK，然后看看，我们先画一个啥色儿呢？先拿把大刷子，反正上打底色是没有问题的，就先上来把这个白的打底色给上。这样以后就好上色了嘛，我觉得，而且这种色它晕染啊、打底儿都方便，反正就觉得有个这种打底色的这种眼影盘还是挺好的。然后我们上个什么颜色呢？用个紫一点的这个，它其实过渡色这种色还是挺多的，我觉得还挺多，用个这种紫的。反正我一般画眼妆就很简单的，就反正浅色打个底儿，深色加上眼尾，然后中间打个亮，就这么 easy。我的所有的思路都是这么一个思路，基本上三个眼影给它搞定。哦，还有一个卧蚕色，算四个色给它搞定这种。但这一盘我没有发现很适合当卧蚕的色，这个看着适合，但其实有点橙，没有很适合当卧蚕的色。反正就差不多这样。我先画一个稍微偏紫一点的颜色，这个色还是上眼睛还是挺好看，挺温柔的，是吧？温柔的紫。底色的基调我们定一下，定紫色之后，然后我们再加深的话，我们就好平局啊。加深的话，我们就用紫色的，还是用这种酒红啊，或者这个一个珠光，一个不珠光，打一下眼尾吧。你打几黑五啥？你老会平局啊？哎，听到我爸的呼噜声，我觉得好响哦。这样的我爸就是这样呼噜声。说的，加深一下眼尾，把眼头稍微大一点点，这样显得我眼距不太宽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不是缩小一点点眼距？然后把卧蚕给打一点点，我觉得卧蚕挺重的，不打也行，反正加深，可以。然后就选一个打亮色了。那打亮色我感觉跟紫色搭的可以很，就这两个打亮或者这三个打亮都可以和紫色搭一下。这个打亮，就我感觉比较搭地一点。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，我上次用过这个。就在眼睛上再叠上，我这个真的还挺好看的，OK，是吧？我一般打亮用手上，这样就比较显，它就比较亮。反正这个呼噜好像是个二重奏，你听到了吗？是个二重奏。
好看吧，就还挺闪的，就我觉得他这个当中间打掉真的挺好看，看好看的。哇，好散，好好看哦！多涂一点，多涂一点，大家都知道我这个用量很大的，就是多涂一点，多涂一点，要多闪就多闪。我就是，反正喜欢闪一点的，我觉得还是拿个眼线，我最近都还挺喜欢用五中七七这个眼线胶笔的，因为我英姐说用棕色比较好看，它这个棕色，然后还挺好画的，烟味也挺好画。稍微加强一下我的睫毛，还是这个睫毛夹超好用的。OK，这个就画好啦，超赞吧，超好看的，超好看的。OK，我再画下一个眼妆。哎呀，我白天都没时间画嘛，所以就晚上同一天多画几个妆，就是这样来回卸一卸。还挺麻烦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就白天真的是没空了，就这样吧。我看看，反正能画的我就多画一画。还是先用一个打底色，就用这个颜色打底吧，稍微发橘一点的打底色，打底。啊，这哑光这种还是挺显色，虽然很浅，但是还是挺显色的红。下面稍微带一下，这个刷子不知道好不好带呀，好像还是可以的。我用橘的打底色了，然后就用一个比较大地色给压一下尾巴。它这个大地色是一个比较稍微带一点点金属，但是也还好，就基本上还是哑光的一个大地。就干这个，先用这个，然后再用这个。还是。小尾巴，我往上面稍微画一点点，晕开，把眼尾用深的带到眼尾晕开，加油，眼头也稍微画一点，彰显了我眼距稍微近一点点，哈哈好，然后晕开晕开，然后。下面稍微画，那我才挺重的，也还好。下面带一下，行，差不多，深就深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亮片了，亮片色就肯定要用橙的啦，不然为什么用橙色打底？想画一个成年的眼妆就是你了。我感觉这个色儿可能也会挺好看，等会儿再用这个色儿。然后就，我觉得画橙色眼妆也还挺好看，挺活泼的。然后再加个发橘一点的这种唇膏还是挺好的。差不多就画好了，我画眼妆就是这么的，so easy。我的眼线睫毛没怎么卸干净嘛，就不用再管了，或者也可以管一下下，重新再搞一下下，有点懒，算了，也差不多反正。哎呀，我这眼，我这越擦越脏。哎，算了，我眼线睫毛也差不多，就这样吧。反正大家就看到是一个发撑一点的眼妆，还是挺好看的。我这可以稍微，我这擦刚手上沾的那个刚试的嘛，有点脏，然后晕又给擦脏了，然后一擦又给擦掉了。现在眼妆没什么难抹，就这样，撑撑的。还是挺好看的那种，OK 了，我们再试下一个。OK，然后我们就再画一个，卸的差不多干净。OK，画一个，用这个要用主色，用这个粉粉的了。它先上一个大底色，大底色上哪个呢？就上白的，先把白的给涂了。正好我眼睛，其实卸的差不多干净，它是铺上之后更干净了。行，铺了，看看多上色，这白的，成。然后我们就。那就上个什么呢？上就直接上那个粉的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就
这个粉的，因为我觉得颜色挺深的，我用那个刷子吧，它可能只是稍带深的，也还好，不是很深的，突然深了，还好。你干嘛？上厕所吗？我这样会不会影响你？哇，英姐你的小粗腿，英姐姐为什么？我看到英姐的大象腿腿，然后。我换到哪里了？这个，我选一个比较紧一点的刷子，因为想着更显色嘛，怕松的不太显，紧一点的，这样又有底色又有亮片，还是挺好看的嘛。也没有那么艳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挺好看的，嘿嘿，是吧？粉一点，是桃花妆娇嫩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直接涂在我的双眼皮褶里面了，用一个紧一点的刷子，这样呢更显色，应该 OK 吧？哎，你要觉得不 OK，你就不用画，反正就让大家看看这个色嘛，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深一点的这个颜色。贴在眼尾，好的，我马上了。红的，红的，红的。好红哦！打着我看打有点重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它再稍微浅一点，晕开吧，我看晕开，后面晕开一下，一个松散点，刷起。蘸这个，然后它会帮你弄干净，在周围。你为什么要蒙着头啊？你嫌灯太亮吗？还是你在偷偷玩手机？哦，把边缘晕干净就差不多。OK，然后就加眼线加睫毛就画好了。OK，这个粉粉的妆就画好了，就是一个粉金粉金的桃花妆。它就是这个眼影盘没有一个卧蚕的颜色，就我一直打亮不了卧蚕就，什么？哎，其实我可以加卧蚕笔，应该会好看一点。用的是那个云创优品的眼线笔，它其实粉的这个更好看的，我有买到，我还挺喜欢Holika那个，就大闪这种，我还挺喜欢的，就真的会有卧蚕，白色没有粉色好用，粉色更闪一点。就卧蚕还是比较好一点红，我觉得。粉金的妆，OK，画好呢。OK，我差不多就卸干净了。然后最后一个画的是一个，打算把这里面就最普通的那个大地色的妆给画了。最后了，加油加油，天啊加油！OK，然后就是先用这个颜色打个底，稍微打低一点点的珠光，浅的珠光色打个底。差不多，然后再就是，刷一下，用深色加深我的眼尾呢，就用这个大地色，安排上了。我感觉完之后就不用画眼线了，它和我那个综合眼线笔还是挺像的，是吧？都眼打上就不用画眼线了，是吧？上面也可以稍微淡一点。然后再就是我们拿这个眼线就叠在中间，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打底妆就画好了。然后你再搞一下眼线，搞一下睫毛就行了。有点懒得再就是搞眼线睫毛，那我现在有一点点，就不是说特别深嘛，再画深一点，有一点点不是特别深嘛，反正就是差不多这样，跟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大地色的妆差不多是这样，这个颜色。行，差不多这样吧，就我连着画了四个，累了，真的累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，马上要凌晨2点了，是不是？OK，就这样了，大家，总结一下，总结一下，就这一盘，能画就是能画挺多种眼妆的，然后，反正就这样吧，颜色就在这儿，您看吧。然后粉质的话，我觉得也还好，还可以，没有什么很大毛病，反正就这样。